小友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们认识啊？你认识我啊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，你搞得跟我挺熟似的。老夫昨夜占得一卦，卦象所指，今日在此能够见到有机缘之人呐。哦，哈哈哈哈，算命的呀，还不收摊呢。这石灰粉是什么呀？蒙汗药。你这家伙不就是蒙汗药吗？还取这么多名字？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东西绝对好用。他也是一片好心，公主你就留着用吧。反正我早就看那个魏国太子不顺眼了，如果他到时候真的想做什么坏事的话，直接把他弄晕。哎，公子师父圣明。明月啊，也不知道这些药效果怎么样。向大哥加油！这世界很酷。